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区课堂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的老朋友阿萨又送料子过来了，阿萨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嘛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们就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是送了什么料子过来看。南极多沙料。南极多沙料啊。嗯。还有一个酸土石料。啊，这是个木纳料。嗯。这料子有点干呢，这种色的话呢，就是色是有了，但是太干了，干了一点。这种色抛光的话，不是特别起光。这种的话适合做一个摆件，小摆件。但是这种做小摆件的话，价格应该会有点高，这种料子就有点不太划算，总不好嘛。所以说这种料子的话，基本上我们都不怎么去碰它，因为没有种的东西，你哪怕是再好的料，再好的色，都是没多大的必要。行内有句话说的就是内行看种，外行看色。所以说这样的料子的话，内行的一般都不怎么去碰，我们就这个料子我们就不管它了。你看一下这个南极的吧，明面上看着的话有点脱沙，这料是一个老敞口的料子啊，是吧？对，这是一个老敞口的料，脱沙的地方还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这料子的话是有多处的脱沙，这个地方脱沙的地方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八万块钱。你疯了，八万块钱，乱叫乱喊。你已经预设给你家了吗？你可以谈一下。肯定打仗了，价格又升了是吧？对。你老是乱给我扯这些东西。这边你有脱沙料了吗？我知道脱沙料啊。老乡口的一个烂皮料。但是你要的价格不对啊。价格多少过一单？好好说。你刚到多少？五千。哎呀，哪里找到那五千块钱？这个料整体的话还算是可以，而且肉是比较细腻，肉质还是比较细腻。这个整一个皮壳的形状，还有沙粒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这是一个正常口的一个老南旗料了，这样的料子现在说实在的不是太多见。好好说事，我们好好谈一下嘛。好好谈嘛，我跟你约了嘛，机会了嘛。是啊，也，我知道你回去一趟，搞几个料子过来也不容易。但是你也要让我们的朋友啊，让我们自己人啊，也有一点点利润嘛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多也不说了，给你一万块钱。那不行。你现在不打一万块？你要抽烟吗？哦，抽的呀。我给你抽根烟，很便宜一点给我。啊？好好说，慢叫。给你七万五。等一下，拿石头砸你！七万五，反正每一次跟阿萨淘原石的话，都是要斗智斗勇，还要斗脾气，他很耐得住性子。这
料这些地方都是有脱沙的，因为现在是白天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料子看的话不是太明显，如果说晚上的话，这个料子打光的话就好看了。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直接看得到，初步的判断这是一个糯冰以上的一个种水，至少都有糯冰。如果说起货好的话，这料子应该就能达到冰种的出货效果，所以说这个料子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看头的，就是看变种和裂。变种的话我估计这些地方可能会有一点变种，但是它这里也有一条脱沙的水路，整体的一个形状还是比较不错。好了，上午给你最后一口价吧，能卖我们就握手成交，不能卖我们就下次再合作，好吧？好，给你1万5。1万5，你考虑一下。好，行吧，1万5，给你。OK。这个料子我们谈下来了，应该这种东西出货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因为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沙粒里面的肉质还是非常的不错的，我感觉这块料的话拿下来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，因为脱沙种水的东西嘛，都很肉眼就能看得到品质的所在，所以感觉这块料子还是物有所值的。还有什么料吗？还有没有了？这料都拿过来了。哦，就要过几天才有了。嗯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不要，就把你这个收下了啊。这个你先放着吧，这个就放我这里了。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有喜欢翡翠原石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，谢谢大家。